然后鱼子酱，哎，先从这个普通平台来个十连抽，好家伙，什么也没有啊！分享一下的话，会给点小钻石啊，30钻石也好。这个可以抽个十连，我这个有点钻石，来走你。好家伙，还行，是吧？抽到一个鲨鱼饼干，还有一个是红丝绒蛋糕，哇，还是可以的。没有时间抽了，就不抽了啊。等时间抽再抽比较爽。我们的果冻已经满了，满了的话我们去速通一下。我现在都刷这个困难的，因为我缺这个红色的超级稀有灵魂碎片，缺得很。饼干要升级都材料不够，全给他给刷了。然后困难的。可以少一些，这个快速的啊，就是这个发条可以少一些，不然发条不够啊。好，很迅速的啊，搞完了啊，看有没有饼干哦，有饼干可以升级啦，看到没？先升级哪个呀？我说实话，我这个鲨鱼饼干我不太想升级的，我用的比较少，那还不如升级这个呢，这个直接变成四星了，可以，四星。漂亮啊，还差一星就满了，嘿嘿。那这个能不能升级？不能升级啊，不能升级就算了。行，